去。我并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。我时常软弱，有时会迷惑，而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得到人群中。我并不完美，我并不完美，每一个人都不完美，也并不每一个人都特别，但是主耶稣却愿意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弃那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主耶稣的爱，拿出我们的心，勇敢地走出去，向别人说耶稣爱你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带到人群中。再次向主耶稣，主耶稣说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来到人群中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主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带到人群中。纵然有许多的问题，我也不放弃，你大能赐给我勇气，我会勇敢走出去。